兄弟们，大家好啊！我是小东啊，我现在是在四川的四姑娘山。今天呢，我们是跟朋友一块儿去看一下川西的美景。现在宝宝已经不行了，高反了。宝宝第一口吸氧，按啊！按不动，用力。你是不是已经高反没力了？出现了手足无力的情况，什么感觉？仙气，我的命！一个人20块钱，80，八十走，八十走不走？一个八十走，八十走，当过酒了，走嘛！啊，还要把安全带，安全系噻，不要，我都是管那个的。哎，不得行，大爷，安全是必须的哈。哦。哎呀，没得这个钱哎。安全带要记得。大爷，你还是可以哈，整这个。勇闯天涯。啊，整点这种。小生意还是可以。我以前就是大爷，我说我懂日语，还会日语说。管你洗碗，你晓得噻。管你听。我们还是想学几句，然后跟到大爷。多说两句。我得摸你。我得摸你。好，华国吗？海军。啊不。阿里嘎多是华国。华国是蹦珠。啊。蹦珠。蹦珠。哎，对。啊，蹦珠。这个观景台是无论谁都可以上来，只要在3点之前也都可以进去。远很了，这都不转了哦。你们这个少数民族的政策还是好哈，政策勤劳致富，勤劳致富啊！像你两份工作是的确还是都勤劳，一个人的信仰要得紧哦。你们是信佛教噶？啊，没点信仰你活起都没得意思，没得意思噶？你骗人家那个，请系好安全。大爷，来，我给你转微信嘛，要得嘛？你打开啊，我搞不懂来了。哎呦，等会儿转给把钱转给我了，那个真的。你转张贵，张贵妇。哎，大爷，你不是藏族来的吗？你的藏族名字叫啥子嘛？妹儿不？妹儿不？嗯，妹儿不？这个是打开收款嘛，是吧？收付款，那我给你转到微信头哈。你还？咋晓得嘞？咋晓得嘞？哎，你这生意还是可以。哦。哎呀，身体好就得行，嘎。啊，找了点零用钱，你们这一路平安。啊，到喜了，到喜了啊！啊，一路平安。啊，少喝酒哈，注意身体。哎呀，你60多岁了，打开喂。哎，开心了！旁边开，坑呀坑呀坑呀！这个车子还不得那么高档，要自动开门。要不要去雪山带你们去？走吧。啊？一个人20块钱。走吧。真的？对。啊！大爷，快点！大爷，快点，客来了。开人。大爷说：“我只能骗骗你们这些小朋友，大人我是骗不到的。”这个马是什么马？你什么什么马吗？川马。川马。川马。麻将的马。哎、要不要上去拍个照嘛，大爷我们。可以啊。来嘛，我来给你拍。你先钱嘛。还要钱？你还要好意思收我们钱啊，大爷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送你回家吧。对，那种。这个大爷好气。那我骑走了啊。你骑走。你他马又不得听你的话。你看大爷左边一瓶酒，右边还有一瓶酒。慢走，慢走啊、哦，大爷，拜拜。好一个发型！让我看，我像个宠物。过去，快点！终究是躲不过啊！你的报应就是我。兄弟们，现在咱们到了这个景区的一个小卖部，咱们看一下有啥吃的。咱们是自己带的泡面，山下买的5块钱，这里好像15块钱。开水是免费的，泡面是背上来的。土豆20块，肠是多少钱？15。然后5个鱼丸20。大哥，你要不要这个鱼肠粉20块钱？这算起来15块钱。这是干嘛？上面用的滑雪的。滑雪的。干嘛？都我们买成40块钱，上面卖50。小朋友要吗？小朋友要不要买这个鱼肠粉啊？20块钱。要不要？上面50块钱，上面都卖。
不逍遥了。我们下山了呀。下山了。我们下山了，我们下我们现在。上面全是雪。你上次买的话是十四。啊，是的，东西也就是用一次，这也就是用一次，你拿回来之后你也可以卖给他们嘛。好，祝你们玩得开心哈！我跟你说，要是碰到个法国人，立刻能卖50出去。嗨！哎呀，看到一辆车掉到沟里去了。天哪，这太滑了，他从那开太快了，所以开车还是要开慢点。你们的车的？不是，我车是你们的。不是，也不是我们的，我们开的车人走了。啊。我们以为是你们的呢。看他人已经走了，跑了。拜拜。大家都还是挺热心的。看一下这个川西地区的牦牛啊，哎呦，看我干啥呢？兄弟们，我们现在是去这个情人海了，但这个海已经结冰了，我们找个角度给大家看一下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太阳紫外线，我在非洲都没晒黑，回来四川晒黑了。此情此景，此饭此锅，我赢不来呀、啊！我来，你来。冰天雪地吃火锅，然后呢？夏娘，夏俊你来，夏俊你接。一定要注意，就是自己带来的垃圾啊，一定要自己带走啊，不要污染环境啊。你看你们两个捡垃圾的老太婆、老大爷。咱们看到的这些石头堆起来的堆呢，叫玛尼堆。看一下，这是村里面的藏族的小孩们正在打篮球呢。我给他 PK 一下。哎呦，小心啊！走了。今天我们来到一家藏餐厅，看看他们这边都喝啥酒啊？雪花、喜力，还有这个水烟。这边是他们的前台，他这个装修感觉很富丽堂皇的样子。咱们这个菜基本上上齐了，肉肠、青稞饼、爆炒牦牛肉、土豆、手抓牛肉，还有一个酸菜下饭的。开干了，兄弟们！敬你一个，扎西德勒啊，兄弟，烧着你慢慢吃。我尝尝这个肉肠，好大呀！它的肠衣很脆啊，它里面是肉末。这牦牛肉必须得有毛才正宗。啊，扎西德勒。扎西德勒啊，红拉贝蒂。这种牦牛怎么吃啊？是不是要和苏叶肠一起吃？我不知道呀，我也不是藏族。可以这样吃，你尝一尝。它泡一下。泡一下，跟豆浆一样。和豆浆一样。哇塞，你姐彰显男儿本色。对的不？没有，好，对的，对的哈。多少钱？380。383。平均差不多100。嗯，我们四个人吃，其实感觉还是有一点小贵的，因为看了网上其他餐厅。OK，兄弟们，明天再见。